想赢就往后拉，就不打了。怎么？你们能玩不，兄弟们？我很累呀。Hey, what's going on? It's mine, Daddy. Noah keeps taking away from me. Noah, give it back. No. Noah. Larry,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Larry. Larry, you can't just. Oh, Larry. Oh, you have to. Larry.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就能及时看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想睡不？这歌挺好听啊。看蒙蒙的睡眼，的睡眼，有谁值得你留恋？同林鸟纷飞燕，一切是梦魇。先跑，不急。瞎子可能还在他旁边，我去插个眼儿就行。哎呦！啊！换了，这怎么塔杀我？天哪！我靠！我得把歌给他关了，我生气了。这个山羊跟这个瞎子成功的惹怒了我，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惹的是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一群羚羊正在草原上悠哉悠哉的，突然狒狒猛地扑向小羚羊，而小羚羊也反应很快，急忙向前面逃去。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小羚羊很快落到了狒狒的手里。你敢撞我，那你就是必死。我让他知道，让他明白到底谁才是惹不起的人。老山羊，扣一下，回头杀山羊。哎呦，到底谁才是惹不起的人？这把不太好打了呀，这把送的稍微有点快呀。这个小驴人呢，有点要起飞了。这卡牌出门就没呀，小驴人可能有点要无敌呀。瞎子还把峡谷先锋给打了。我还没杀几次这个奥文，我就杀了他一回。好，要的就是这波。往哪顶？这都能顶出来。没事，他打不过我。我太幼了。这波杀完这两个人，直接起飞，起飞了，起飞！哎呀，这个小驴人难办。别急，等他出来，他可能不能走。这波我要杀他，我有点烟。我只能荡负二连把他杀了。猥琐点，猥琐点，猥琐点，猥琐一点，千万别再死。这个小驴人挡不住了，从后边传送那没事儿。贪了一波，这波我知道他有船，千万别再死。这个小驴人挡不住了，这波我知道他有船，而且我看到小驴人没了，但是我还是想拆一波塔皮。贪了，等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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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1000块钱，你真敢往上踢呀，兄弟呀！救赎给的好，压着来了。收的好，刚这波只能先装，你知道吧？先装装一手，然后直接等他到前面，我们再走两步 W 走，要不然他指定给我踢回去，或者他直接往我那个隐身上面抠，你知道吧？
这都有可能会把我踢死。这边来，跟我来。这 ADC 跟那瞎子都没伤害，而且瞎子这一波吧，应该是没有大招了。双伤，真难搞！我这波没大呀，这咋这么卡呢？独眼直接，没啥小绿人吗？长。没事，拉克斯也死了，他应该往下走了。拜拜。哎，谢谢。往后拖，小绿人应该会来。哎，这波小绿人来的太快了，他再稍微来慢点就好了。我不需要伤害装了，我伤害够了。我只需要右起来，基本上打团这就是无敌。秒谁呢？这振奋给谁出的呀？振奋不是给你出的吗，兄弟？让他往前踢啊！别急，打大龙，这波跟我来。他们家三个人是没用的，你有能勾着吗？先把 ADC 杀了啊！来山羊，大龙，快快快快快快快！给队友扛一下。我现在不需要出什么伤害团，用不着都，我就右起来，其实就行。这样其实就行了，马上到，坚持住，兄弟们，可以打，放 Q 吧，这小绿人。我操，这都能勾得着，兄弟，简直是有点猛啊！我是战神，爱慕战神。哎呦，哈哈哈 ！W 创鲨鱼了，这怎么还跑下路去收兵？我快不行了。快来！这个锤石勾的是真准，我操！不行，小驴人是后边超神了，快快快快追追小驴人！哎呦，可把他杀了，可不容易。喂，你好 ，YB，YB，YB，Bubble，Bubble，Double。神经病，跟我拆塔没事，他们这都守不住我，随便吃的技能，技能随便吃，给我拆塔，先把塔拆了来，我携手都没触发呢，还，你就搁我后边点，一个也点不死，我操了。点个人这么难吗，兄弟？你但凡啊，能帮我 A 一下，他们都全死。哎呀，上不去。给他们吧，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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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别怕，别怕，别怕，我就在后边。先把 ADC 杀了，全收，没事。小驴人只要不在，我就是无敌的。拉克斯一点用都没有，打不动我。
那瞎子也打不动我，没有打得动我的人，猜中他，走，不打了。这山羊可以杀呀，美地西，晕，往后拉，往后拉，拆塔不行就，我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没打死，回家了，不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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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没了啊！我跟你说，我们死了一波，基地就爆炸，想赢就往后拉，就不打了，怎么？你们能玩不，兄弟们？我很累呀，说走就走，也别在那逗留，你说是不是？你打完一波送一波，打完一波送一波，你说累不累呀？是不是有点累？能不能为我着想一点？不能打，二打四不一定能打得过。往后拉，往后拉。我不行了，先往后撤一撤。队友这波应该可以打，有没有 R 呀、啊？卡牌呀、啊？飞一波，直接飞，杀 ADC 呀、啊！你晕 ADC 可以，咱俩在这里等鱼人，你别着急切牌，你等他进来，我把他控住。一会儿没有吸地了，打，他没来，我们打龙，远古龙拿完以后必赢，输不了，不可能有远古龙拿完以后还输的局啊，不可能。你先把他杀了，别往我脸上贴，你想吃鱼啊？走，打大龙，等一下。没事，他大不到人就没有关系。赶过来，他们这波输了，没事，这波输了，对面，这波对面肯定输，必输无疑。他们杀剑圣没用，剑圣就是个屁。ADC 呀、啊，还有这瞎子，加上拉克斯，三人连体，你知道吗？合体他们。闪现了一波，那瞎子就搁那 ADC 旁边，我一进去啪嚓一踢，真是什么人都能四杀呀，我的天，那小绿人杀了35个，他杀了35个，我可以明确的跟你们说，这要是旧版猴赢不了。